各位嘉宾用餐愉快，我们的新人即将以崭新的造型再次进场，相信所有嘉宾刚刚呢都已经拿到了幸福小熊了。这一次我们的新人也特别贴心，准备了特别的大礼，请我们麻烦门口的宾客们往后站一步好吗？让我们新人可以顺利的进场，请站在我们走道两旁哦。一个坑，对不对？早上筷子，然后根本想，根本快你了，现在。